在学校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，他曾经获得，他曾经参加全美芭蕾舞比赛，而且荣获亚特兰大地区古典芭蕾舞的小组第一名，我们向他表示祝贺。好了啊，下面他还有要表演第二支芭蕾舞独舞啊，他需要换服装。下面有请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叫做黄宇台，他也是一名高中生，为我们为我们表演小提琴协奏、钢琴伴奏。Coming， 向。叫